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神对我们个人的爱。神是无限者，祂对我们每个都有无限个人的爱，没有一件事会使祂分心，反而祂能够使万事为我们效力。祂爱你爱我，就好似全宇宙再没有其他人一样。人越多，不单止不会分薄祂的爱，反而我们享受更多的爱。在主对我们这份个人的爱中，我们知道自己一点都不渺小，连主自己都为我们永远成为人，祂更加是用宝血买足我们归祂。第二样呢，我觉得我最最宝贵的就是祂对我个人的爱，简直无限宝贵。佢对个人嘅爱，佢无限个人性嘅爱。你有咁多人，佢宇宙咁大，有咁多天使，无限嘅宝贵。佢对我个人呢份爱，一切都能够稍微使佢分心啊，反而仲使万效力为我效力添。因为佢系无限者，为咗无限者先能咁样爱到我哋。他不会被任何影响到他对我们的爱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妒忌，不需要比较。他爱对我好像就得我的恩，好像初初做亚当得个恩。因为越多人生出来就越惨，那应该越来越惨的，人家生出来就将来永恒人家生，大家在这里哇越来越分薄分薄分薄，没这样的事啊。即是反而有多个人生出来，多个人爱你而已，多个人得救，那他都叫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爱你的。那主要我爱你们，我相信主要一定是叫你爱我，那他要我爱你，所以多个不单不会减少，你都抹杀了，反而多个人爱你，不会分薄啦，要分薄他都 不快乐啦，就他真是无限者。所以你明白耶和华的意思，所以耶和华这个真是特别的名字来的。他说他自有永有，根本就是无限者，他才能够这样。所以他当然要做他不怕，所以他现在永远都没办法形容。我都宝贵帮他二人世界，他都宝贵我帮他二人世界。你不用怕，他管理整个宇宙这么厉害，那么你亲近他，他说我没有时间帮你相交倾偈，会不会这样的事啊？不知道他珍贵到极点啊，你帮他人生界亲近，他不会一些少觉得你是渺小或者呢、你是什么啊。保罗都是给这份爱我想激励的。他说他是爱我， He loves me， 都是 personal 的，都是个人的字眼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He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。你可以话咧，单我个人犯罪，佢都会为我死。佢系爱我，仲有个人性啊。佢我，连诗篇都个人性啦。耶和华是我的，好似霸咗咁样，成日都系你噶。他是殺你的，這個是真的。我覺得這個太真的太寶貴了。他都不會有些少的影響他注意力的，你幫我親近。他整個他心好像就得你幫他，全部宇宙。他都這樣享受，我都這樣享受。我永遠永遠都會失落在所謂人海裡面，或者天使海裡面，或者整個龐大宇宙裡面。越庞大越厉害啦，我只见到佢荣耀嘅啫，唔会失落，唔会有失落感噶。你又讲嗰啲渺小，我睇即系渺小噶，但我都可能讲我人我系渺小喎，因为佢爱我一齐咁大，咁珍贵我，附上佢自己咁厉害咁震撼，你好难话系渺小，可唔可以形容到自己啊？只能够讲出个事实系点嘅啫。唔使理佢系渺小，如果你话体积就系，但体积渺小，主佢话我成人，
你敢唔敢话主佢渺小咧？又系佢都成为人啦。不，你可以话你渺小都得噶，要比个体积嚟比较，但你应该知道嗰个喺个心中唔系按照呢个咁渺小啊。我都唔知自己嘅价值几厉害，主佢爱我为我舍己，父将佢爱子咁俾我哋，因为佢爱。就主宝血，你话我渺小，我讲唔到啊，咪先？我嘅血买翻嚟嘅，我价值咁就喺佢嗰度，系佢先能够评估，但佢将自己俾我，我太宝贵呢份爱啦。当咗其他诗歌，但系起码有两首讲得好清楚，一首就系主对我个人的爱，有首主对我个人嘅情爱。人可以忘记你，我当你唔系乜嘢，咁多人，但你唔应该有少少失落。或者人哋讲你点，讲你价值，佢唔明白，佢唔认识。我哋系佢心中嘅位置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你喺主心中嘅位置。嗱，呢个系我对宝贵，佢对个人嘅爱，佢唔系 general 咁爱我哋。呢种 personal love 系唔会俾任何嘢影响嘅，